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我名人站 Jackie 啊。今天就跟大家介绍一下 Hermes 入面订制款的 Kenya 五拼色啦。咁呢个订制款咧就系由呢个磨砂金扣啦，同埋羊毛白拼大象灰去组成嘅，咁就非常之高贵优雅啦，而且 App 上皮咧就睇落更加精致啦。而打開個袋入面咧，就會見到有馬蹄印嘅 Hermes 字樣出現嘅，咁就代表咧係其實係由 VIP 咧訂製而做嘅，咁所有嘅顏色配搭咧都係由客人去決定嘅。而入面嘅內拼咧都係羊毛白呢只色嚟嘅。咁就同翻袋嘅外身一致啦，咁而锁嘅锁扣咧，咁就系由大象灰砌成嘅，包括带咧都系由大象灰颜色去组成，咁就咧冇咁容易整污糟啦，唔使惊条带咩到黑掹掹啦。我个人咧就非常之中意呢只色嘅，因为如果全羊毛白色嘅话咧，就显到个袋太单调啦，咁加上大象灰嘅配搭咧，就非常之大方高贵。咁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呢条片呢？咁如果想揾其他颜色咧，都可以 WhatsApp 我或者扫描下面嘅 QR code WeChat 我噶喎。拜拜。